杨木然的情况怎么样啊？医院给他派了一个片子，他看的不是很清楚。我已经跟院方沟通过了，立刻给他安排了核磁共振和会诊，想了解具体情况还需要全面检查才能知道。骨裂？也许更加严重，不排除骨折。我明天早上就跟北京的医院进行联系。如果是骨折的话，他需要立刻进行手术。领队。 赛事方什么态度？已经沟通过了，组委会说，运动员的身体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，只要他们能做到的，他们一定会全力配合。我们收到叶队医的消息，确认杨梦然不能参加1500米比赛，经教练组商量，由田苗替补。田苗，加油啊！ 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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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现在满脑都是那些韩国人，如果跟他们分到一组的话，他们的集体战术会对岩羊不利。那就拼上去！岩羊，你要知道，你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极其相信你自己。金在勋对于你而言不是无懈可击的，但也不能大意啊！韩国队还有其他队员，都可能会对你造成威胁，知道吗？包夹的确是他们最擅长的战术。 一旦被缠上，节奏肯定会乱的。我们之前分析过金在勋的技术特点，他节奏不错，但如果前期高速滑行的话，他后期冲刺的时候耐力就会变成短板。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先扰乱他的节奏。金在勋的体能分配很合理，但是你的体能状况要比他更好，所以。 前面要不断给压力，后面才能有机会。无论如何啊，1500米，男队女队都要合理分配体力，保证技术动作。我们只要做到自己的最好，不要去想别人会做什么。拿下1500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明天就要比赛了，紧张吗？说不紧张都是假的。 我一定会抓住这次替补的机会，全力以赴。我相信你，你可以的。嗯，我知道你一直把我当对手，但明天16国比赛，我们代表的不仅仅是我们自己，我们代表的是青训营，是国家。金英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我很感谢你能跟我这么说。 有一句谢谢，我说的太晚了。之前邹琴就跟我说过，你问过我家里的事情，说想提供帮助，包括上次和陈景教练求情，你帮我做的这一切事情，其实我早就应该明白了。可是，田明，我们是队友，是家人。 我做这些都是应该的。无论明天我们谁取得成绩，都将代表国家荣誉，所以我们都要全力以赴。嗯，加油！加油！
一会儿就要比赛了，放轻松，就像平时的训练赛一样。那更紧张了，陈教练，咱们训练赛可是有末尾淘汰制的。不开玩笑了啊，田明、袁琪，你们这组的实力是平均的，但是一定要注意一下加拿大队，他们的直线速度非常快，你们一定要把握好弯道，明白了吗？预赛不用太拼，只要能进决赛就行。金莹，你和两个韩国队的选手在一组，你在速度上肯定是有优势的，但是一定要留意他们的战术。明白。好，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啊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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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世界青年短道速滑英国邀请赛的比赛现场。我是今天的解说员林晶，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收看比赛。马上开始的是短道速滑女子1500米的预赛，我国选手有金莹、田苗、袁琪即将参赛。金莹是一名非常值得关注的选手，因为她之前一直在国外训练比赛，成绩优秀，也一直是各国青年短道速滑队关注的对象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比赛。比赛马上开始了啊！马上到家了啊！马上到家了。跟你说早点走吧，早点走吧，你非得说来得及。这不堵车吗？咦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子，往哎呀呀，你好好开车。拜拜。贾长安。那我路边停下吧。All ready.金莹的起跑反应非常快，现在位列第一。哇，金莹在这组是具有绝对的实力的。金莹今天滑得跳，节奏保持得特别清晰。下面转的也很快。金莹太厉害了，你看他这个爆发力都快赶上我了，太厉害了。马上看袁洋了。这儿不让停车，赶紧走。不好意思啊，师傅，我有个特别重要的比赛要看，看完马上就走。什么比赛也不能等道啊。世界青年锦标赛短道速滑。短道速滑？啊，有咱哈尔滨选手袁洋。真的？你也爱看呐？对呀，我小时候也练速滑的。那啥也别说了，怪冷的，快来上来上来上来。好好好，快点快点，马上开始了。快快快，开始呗。不错啊，
惜了，被韩国队打乱了节奏，未能晋级。一会儿跟你们俩一组的，除了韩国队的金在勋，还有朴永俊，他这个人在场上，你们一定要小心。放心吧，教练。加油。各位观众，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男子1500米的预赛第二组，选手分别是我国的严阳、董三金、韩国的金在勋、朴永俊，还有匈牙利的派特凯神和加拿大田阳来了。看来这次1500米的比赛将会非常的激烈。接下来介绍的是3号道的，来自中国的严阳。接下来也是来自中国队的选手，他叫董三金。通过多名队员的配合，掌握住比赛的节奏，也带给对手巨大的心理压力。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不仅是严阳，后面的选手更是一团混乱，董三金一直找不到机会超越。手上有动作呀。刚才我们看到金在勋应该有犯规的嫌疑，严阳在最后冲刺的时候受到了他的影响，我们来看一下裁判怎么判罚。裁判还没公布结果呢吗？那就是有质疑，看着没有？教练去申诉去了。哦，是是是。不是，那韩国人就是犯规啊！那胳膊肘都怼严阳脑门上了。裁判怎么不吹呀？世界第二就不错了，后面还有项目呢，看严阳怎么收拾他。哎，不知道，真憋气。哎，这我发小，我之前也青训营的，之前我们经常一起训练。
哎，那你怎么没比啊？你是不是该忙你的了，哥们？对对对对对对，你们赶紧走啊，要不队长该扣工资了。行行行，回见。哎，仲裁委员会认为无明显犯规，为时远。Good for you to make it to the final yesterday. 你的手表现得也不错，要好好谢谢裁判。Don't you trust the referee, huh? 我跟相信我自己，所以决赛不会给你任何机会。这不智能电视吗？这连这连那个的，真奇人这玩意儿，啥智能电视啊？唐山你会不？我不会，我也搞不定。哎，振华，哎，你整吧。哎，哎呀，小叔，你别摔它呀，这是新电视，这摔坏了一会儿怎么看呢？咱们不会整啊。哎，来了来了，你看这我也不会弄，这新电视。哎呦，阿姨，欢迎欢迎。 哎，这下好了啊！哎，陈安，是吗？我刚买的电视打不开了。哦，来来来来，安宁，先生好。哎，你帮我去切水果吧。行啊，来。好了，你看看，还真是年轻人。是，唐安啊，哎，你任务艰巨啊，一会儿比赛开始，你得给我们做这个技术讲解。真的。 那我这不是班门弄斧呢吗？您几个是老兵雪人了，我们那时候动作跟现在的完全都不一样。早就翻篇了。那是。更艰巨的任务来了，人不在现场，气氛得足。嗯，国旗一挥，金牌拿回。好，咱就鼓足了劲儿，给他们加油。哎，好。接下来站在一号道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杰弗森。 站在我们二号道的是来自我们中国的选手金莹。站在我们三号道的也是来自我们中国的选手，他叫田苗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女子1500米的决赛现场，我们中国队有两名选手进入了决赛，分别是金莹和田苗。金莹不用说，是今年夺冠的一个大热门。 田苗呢，现在也是队里的种子选手，他们俩人不相上下。他们主要的竞争对手是来自加拿大的杰弗森。据说杰弗森在队内训练的时候，他的成绩已经可以进入整个赛季的前10名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比赛，并且期待我们中国选手能有一个好的成绩。Your turn is girl. Remember to run after you hear a gun sound. 他说什么？别管他，我们好好滑就行。加油。 All ready. 看点就是金莹和杰弗森之间的较量，金莹加油，稳住。好。
田苗冲了上来，现在从外道直接抄。田苗，你要记住，环节远比奖牌更可贵。田苗的成绩在国际比赛上是具有竞争力的，可不可以不要因为他的一次过失就不让他上场？田苗从外道抄了上来，并且挡住了杰弗森的行进路线，但是对田苗来说，破坏了原有节奏的话，体能消耗会很大。金英，有一句谢谢，我说的太晚了。田苗，我们是队友，是家人，无论明天我们谁取得成绩，都将代表国家荣誉，所以我们都要全力以赴。哎，就最后那场。贾长安，啊，我金莹赢了比赛，你比人金莹还开心呢。这不是我之前队友吗？你要是杨洋赢了，我能窜天上去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哎，不过这金莹真的挺优秀的，冰滑的好，人长得也好看。哎，我一个女的我都喜欢她。嗯，是啊，我之前还没发现她长得还真挺漂亮啊。嗯，就你话多。哎，我就是挺喜欢金莹的。嗯，你将来以后成为我儿媳妇都好啊。嗯，这是靠谱。是不是这事不用我签上？哎，你说的啊！又开始误导群众。运动员什么最重要啊？比赛最重要。现在正出成绩的时候，你让人家搞对象啊？搞对象也行，出了成绩，长大以后再说。就你那么认真，开个玩笑嘛？你真把他们当孩子了？那可不就是孩子吗？在我眼里，你在我眼里也还是个孩子。小叔，你
我可出不来成绩了。男子1500米的决赛，严阳现在的处境非常不理想。我们中国队只有他一人进入了决赛，而韩国队有两名队员。在预赛的时候，我们已经看到韩国队的战术运用是非常成功的。我相信陈瑾教练已经做出了相应的安排，严阳也一定能及时做出调整。记着我昨天说的话，加油。经过半决赛，我们看到男子1500米的决赛都是各队最顶尖的选手，这场比赛也是今天的重头戏。可惜我们中国队只有严阳一人进入了决赛。我们来看一下比赛，也期待严阳有一个好的表现。接下来站在我们1号道的选手是来自韩国的金在勋，站在我们2号道的也是同样来自韩国的选手李元昊。哎，杨洋洋来了来了来了。接下来站在3号道的是我们中国的选手严阳，挺上镜啊。严阳，一个顶级的短道速滑运动员，除了要有力量、技术，还要有敏锐的对自己的感知能力，要找到合适自己的节奏。在激烈的比赛中，在咫尺之间对手用速度荡起的气流前，你要做的就是捍卫住自己的节奏。所以明天比赛当中不管发生什么，记住自己的节奏。All ready.我不在乎，我也不管他们会用什么手段，我能保证的是我的前面不会有人，让你们感受下我的节奏。自己的判断。严阳起跑就加速，似乎用尽全力在领滑，这在1500米的比赛当中是非常少见的一个情况。不知道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，但是现场观众的热情已经被他点燃了。怎么前面滑那么快啊？那后面体力肯定出现问题。这个体力是比赛的重要因素。近几年短道速滑1500米的比赛当中，确实有一个叫兔子战术的，就是一个队伍中的某一个队员会在一开始就全力领滑，但是在长距离的比赛当中这样做是非常冒险的，因为在最后几圈的时候体力消耗会很大，而且这种战术一般是在队伍中有2到3人参加决赛的时候才会用到，而我们中国队今天只有严阳一个人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采用这样的战术，但是我很期待他在后面的表现。严阳快要扣圈了，其他的选手还没有做出反应，看来严阳是要把所有人的节奏都打乱了。
们看到韩国选手李元昊和俄罗斯选手发生了碰撞，摔倒的同时也把加拿大的选手带倒了，这样场上只剩下我们的连阳和韩国的金在勋以及匈牙利的选手。连阳的体能已经下降了，这已经是第九圈了，他体内的乳酸已经堆积到极限，再这样下去真的很难再发力了。连阳的体能已经到了极限，我们看到他现在的速度已经开始降了下来，现在他体内的乳酸聚集会非常严重，并且双腿的酸痛感我们能够想象得到，这个时候运动员已经很难再发力了，接下来我们就看连阳能不能坚持到最后。连阳加油，坚持住，一定要坚持住。绝对是一个奇迹了，金在勋追得上来，金在勋马上就要追上严阳了，严阳加油加油，坚持住，严阳加油。太争气！老爷，来，儿子为你赢回了冠军。这是我想上天也温柔让我再次遇见大华哥，我想安和的宇宙，小红帽，小红帽，也就是听曲教练说啊，我俩是他的学生里面学得最快的最聪明的阿姨，就手里最能臭嘚瑟，你是最好的惊不惊喜，惊啥喜，惊吓啊，这是进来，用力抱紧我，让我不寂寞，
小红帽，谢谢你。你这一走，怪舍不得的。我也舍不得你。唐健，说好了，咱是一辈子的朋友。你是个很强的对手，希望有机会可以在奥运赛场上见到你。此刻正硝烟四起，火力与斗志交臂，孤勇的灵魂觉醒，呐喊的声音，肩并肩逆风之举，这一场开局，你我默契竞技，当兵致命一击再决定，狭路相逢吗，亮出锋芒吧，风在呼啸，它碾碎了尘沙，全力以赴，汗水叱咤，胜负未分，让这火炬燃烧吧，顶峰向前吧，交付后背吧，所有利刃都无法击溃，我们不惧怕，战至中场，最后一战。备战冬奥会的运动员也在这训练过，我们现在可是站在运动员训练过的地方，那以后我们就是雪乡三峡，一起去哈尔滨，一起去冬奥会。冰雪梦飞扬，让生活为我点亮，因为在雪场。